今日呢，我们来到了山脚下，我们打算对第一头熊发起总攻。我们手上都有武器，第一枪，空掉了，但不要在意这么点细节。总而言之，熊顺利被我们拿下。此时我在半山腰掩护队友，顺便观察一下敌人的位置，被我发现了，在飞船那边。于是我告诉队友大胆打熊，没想到他们叫了波食尸鬼。可以啊，快打呀！刘星牛逼，这打这打，打一波鬼，打波食尸鬼。两个飞船，两个飞船，集合打食尸鬼。没想到他们放的竟然是两波食人魔，但没有关系，我身上有两根针，四瓶解毒剂，我们身上都有枪，有武器，只要把这两波食人魔打了，然后把上面的硝酸甘油搬下来，我们就胜利了。队友已经在山上把甘油搬了下来，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保护队友，然后捡点石头木头，在路上给他们生篝火，让他们的寒冷度掉得不那么快。我们现在已经把沿路的